好，虽然天公不作美啊，但是呢，阿妹回到老家台东开唱啊，还是呢，虽然下雨了，还是吸引超过2000多位粉丝来支持她。粉丝热情欢呼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，就连突然下起的大雨也浇不熄歌迷的热情。哎呀，真的是这样哎！刚刚我还很担心这个雨会一直下，他们说10分钟就不下了。你们的热情把这个雨赶走了。原本的大雨跟着停下，天后唱歌的气势不仅带动现场，也 hold 住雨势。天佑何必去飞，东部海洋音乐季，阿妹特别回老家台东高歌演唱。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下起雨来，但仍吸引2000多位粉丝热情支持，度过这周末夜晚。报道。